有一些老塞会有一些个人的迷思。我跟你讲，打32就对了，是吧？冬天夏天打30，还有人说35啊。不照原厂打，他马上亮灯给你看。有一个厂牌的车主，他的间接式原厂的间接式胎压监测仪，有一个路段的时候开过去，他就会亮灯。是哪一个品牌？